款透到国库，扣款透到国库，全民输到脱裤，全民输到脱裤，远东集团好赚，远东集团好赚，工人回家烧炭，工人回家烧炭。这一切的他的工程啊，除了他发包的很粗糙，然后他的开发过程中，现在出现这么多 bug， 重复的扣款或者五倍的扣款之外，他还很严重的这个个资外泄。然后第一个，我们是工程师的工会，我们严重的呼吁说，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个资外泄，然后也不希望我们国大的私人化被拆团嘛，那国大的应该国有化，我们认为一个个系统，它应该要被有大独裁，然后近期没有距离，没有距离，没有距离，退退退这个一个个到各地的办事处，然后把一个个退掉，所以我们今天找到一个训练中心。然后我们认为以太克的系统，国家已经砸了这些钱，那这应该属于全体的，应该要被国有化，收归国有，这就是我们的主张。只有扣款，没有距离，没有距离。远通集团好赚，远通集团好赚。工人回家烧炭，工人回家烧炭。只有扣款，只有扣款，没有距离，没有距离。远东集团好赚，远东集团好赚，工人回家烧炭，工人回家烧炭。今天的宣传单，我们早上发了快2000张的贴纸，上面就是写的那个拒绝 ETAG， 然后我们说 ETAG 为什么要反，因为我们就不爽中，我们就不想要用远东集团的烂系统，我们不想要帮他背书，对。